预约一下我们这个舞蹈人气之月赛啊，大家可以点击一下预约，还有那个五星五秀嗨翻天。开始我的表演，来，我给你们选一下。哥哥们，咱们在公屏上面扣出你们最想看第一个舞蹈的名字。三个舞蹈都不认识啊，第一个是爵士，第二个是韩舞，第三个也是韩舞，是比较可爱型的。三二一，请。恭喜恭喜这位小刀，我们选中的一号，恭喜小刀选手选中的一号。那我们最先跳的就是第一个，baby.
今以此歌纪念我两年前上班的生活。老子明天不上班，老子明天不上班，双翻。直播通知，勾一勾直播通知。宝宝们，来水平翻转一下，大家我们选择一下第二支要看的舞蹈。除了第一个，二和三大家选择一下。三二一，恭喜这位呵呵哥选中了二号。二号，咱们解开所有消息。衣服我们下一局的时候选啊，下一等一下这支舞跳完了给你们选。
过的大戏，打过的一场戏，熬过的大戏。这个歌名啊，这个歌名是第二个，然后还有最后一支舞蹈，等会给大家跳最后一支舞蹈 IU 的歌，你搜这个英文就好了。我们来选一下接下来给大家表演穿的服装。第一个粉色短裤都是一样的，不同的是第一套是加 T 恤，第二套是加那个白色的修身上衣。白色修身上衣是长袖，不要选三哦。一，来，你在公屏上面。三，二，一，停。一号 T 恤，恭喜这位用户幺零哥哥。下一轮都是短裤啊。